前面讲过去，咱来先知影苦，知苦了后呢，才有法度去了解迄个苦的道理安怎来。咱日常生活的对待，咱才看会清楚。所以，咱若要安尼真正是修得中道，了解真实的道理，嘛就是爱知苦啊。所以佛陀呢，觉悟了后，甲六耶梵去啊，去为五比丘说法，第一定为人间的说法啦。他就是以素体法，素体法啦，苦集灭道。开始的时候，来讲这个苦集灭道。但是这边一对当了解呢，还是无法度了解，所以佛陀啊，伊都爱讲三遍，这个苦集灭道四行三处，所以呢叫做三转十二行法轮，这修行者啦爱去透彻哦，啊就是啊。第一处的转法轮啦，那佛陀呢也觉悟了后，想着我应该呢，这些道理爱要去跟啥人分享啊？就想着讲，当伊修行的时候，伊的父王啊，未放心派遣了，伊呢，这个家族中啊。的五位啊，年轻人，该派来，本来是要来劝伊回去啦，劝伊袂回去。后来呢，伊的父王啊，就希望这五位来跟随，伊的太子受刑。这五位，嘛是真正的贴心嘛，随着太子受刑。不过呢。释达多太子感觉到讲，这段路行回来啦，好亲像知影道理，但是好亲像无真透彻，所以安尼，伊才想讲改变一个方式，干那一味的苦行啊，唔是办法，所以要去找一来，安怎样来转变？可以会当心对了解的代志，佮会当呢较体悟，干那了解无体悟啦，还是无法度。所以因为安尼，伊只离开了这个六耶梵啦，想要换一种的方式，好好来思考。六耶了后，因为呢，侪年来咯。就是呢，苦行啊，身体虚弱啊，所以啊，沐浴起来了后，昏倒去，得到沐浴啊，该救助，就是啊，杨凌来提供啊，所以安尼恢复了体力啊，从安尼一单独呢，伫树下，伫迄个所在单独来思考。啊，是安怎那会当单独呢？因为这五位比丘啊，来伫咧找伊的太子，远远看到太子伫迄个所在，这位木女伫咧家饲羊奶，大家人心中起一个疑呀，以为呢太子失去了道心啊，既然失去了道心啊，都无价值阮。搁再安尼甲伊背落去，但是这五位伊嘛认为呢，还是爱继续修行，所以就离开伊啦，回到登去到迄个六耶梵的所在，继续修因的行啊。那太子呢，单独一个人伫树下来静坐，伊感觉。就是爱在渐渐清净的境界，
好好来思考啦。虽然过去啊，有访问过了真侪的婆罗门教，了解真侪呢印度修行者的道理，但是知影这个道理不是究竟，所以伊希望会当真正透彻究竟，才讲找一个方向。所以这个方向从安尼呢，伫迄个树下开始呢，恢复了体力啦，体力恢复，体力也会恢复啊。所以伫迄个所在静坐啊，那这个三七日中啊，他忽然间夜渡明星，大家都知影十二月八号夜渡明星啊。忽然间，伊的心境开阔啦，伊啊，这念心的甲大地宇宙啊，好亲像结为一体。迄当阵，迄个心完全明朗啦，所以安尼了解了一切万物真理，伊感悟啦。觉悟了后啊，他就想啊，世界这么真奥妙，人类嘛是这么奥妙啊，人人应该呢都有共同一项，就是佛甲觉者呢同等的智慧、的觉性，那就是啊如来的本性。应该大地众生啊，拢有这个共同如来的角色，所以伊看到迄粒明星了后，第一句话：奇哉奇哉，大地众生皆有如来的角色，就是敢那一粒的无明啊。所以呢，安尼对落三宝啊，真呢。就是敢那伫迄个觉觉无明，哎，伫迄个执念间啊，所以啊，佛陀呢，迄念的觉性一起啦，大地宇宙万物的真理都呈现伫伊的面前，甚至呢，所有的众生啊，人人皆有觉性呢，伊完全明朗啦，真欢喜，迄种的法喜啦。咱会当体会到迄种的法喜吼，要来去甲虾米人分享啊？开始的时感觉到这个法这么深啊，到底虾米人听有？根据经典啊的记载下，佛陀成佛了后，天人啊、十方诸佛拢呈现来祝福啊，但是呢？佛陀开始要为这些天人讲话呢，那天人拢听无啊。佛啊，伊呢有一道安尼很颓丧，感觉到讲哦，天人都听无啊，我讲的话到底什么人听有呢？所以啊，有感觉就讲，不如呢去里边去当尊呢，那诸佛菩萨啦。开始出来给伊鼓励咯，修行啊，最重要呢就是度众生啊，众生迷茫啊，就是需要大觉者觉悟后呢，爱赶紧的去度众生。所以啊，这位觉悟呀，觉者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娑婆世界的教主哦，他开始，既然是安尼，我就是爱踏出这个道场啊，我应该呢，爱去度众生，到底呢，要对什么人大事？